和你没关系，他们不会听你解释的。我先吹的进攻犯规，进攻犯规在先。进攻犯规用肘。好了，又加时，加时，谁碰的？谁碰的？这是加时吗？谁碰的了？干嘛的了？这是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杨导，听完以后我来看，好不好？这个镜子，把人弄麻的，这是正常听讲的板。杨导，没有下次，没下次啊！注意一下啊！这么关键时候，那时候一吹奖摔，这时候已经吹这样，能不能尺度一致点？好像刚才恍惚之间又听到杨指导的口吐芬芳了，我不知道庄长听到了没有。自动过滤敏感词，对吧？犯个狠的，摸这事儿有用，对吧？犯个狠的，摸这事儿有用。啊！他一个挂两个，你对着他，你堵他干啥？你堵他往回去，或者球传出去，你会补。瞎不瞎样过去，他一拖二上篮，讲多少回了？我就你要证明点啥呀？打的什么配合呀？一个搁这运，一个搁这挡拆，转来转去。哎，打些什么呀？搁这儿啊，这么多战术，这么多配合，打呀！啊，哪个队烂到随便打两下就能赢啊？你攻不像个样，你守根本你守不住。是，随便有什么战术啊？王主任突一下，谁补跨一分，人不打战术，随便打呀。哎，咱得防守啊！你得上头。大军深一点出来，把球打进去啊！把球打进去，空间拉开。这有会不？最简单的了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。不吼你两句也是不可能的。是，虽然说这个球确实，他就什么时候加点，什么时候还有等时间，什么时候回去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块也是一样，你要守蓝色，给我上来。意思应该就是吴昌泽这个延误啊，要坚决上去啊。对，到四十五度上一个夹击，而且手必须要扬起来，是弱侧补，别往后收啊。对，放这点。我不知道你俩在干什么。麒麟这一个二下来啊，防不成，能不能退出？尿裤子，能不能退出？进攻能不能耐心一点？啊，咱所有的一四号打一四号挡拆，周琦挡拆，周琦永远防着一，放进四。现在哎，你打四号位有机会可以投，把防守做好，把退守做好，一个球一个球来。别打太死啊！这一段被动的时候，慢慢来，把心态切下来。哎，我们捡点球，分手没事，加油啊！下手的，你下去有意味的下联手干什么？还有，现在篮手感都不好，不管你俩后卫加上你，手感都不行。对方五次犯规了，多加强突破，不止下啊，包括三中多加强突破突分，包括不止上，哎，五四从这儿勾进去，往里拐，加强突破一补一分，远投不行，中投抛投打这些，包括哎动起来打，现在打得太死了。对手现在也知道了，对方教练一直喊缩小点缩小点，就是放你们头呢。现在红里哟浪伴我去西西，把这个解决了，就这一个反复的，再一个，一五四在这儿，挡拆延误四，现在就给我垫到这儿，不许松，就得给我垫这儿，
这是出来的四号位、二号位，这个人一分二。走吧，明确了吧？挡拆一个基地，挡拆一个基地，出半道一个基地，就这两点。啊，剩下防守，咱俩防守强度，依然不能松。为什么？上线人不要动，活人去冲抢篮板，上线人要先退守。第二个，后场篮板咱得保护好。啊，刚才防守都不错，一侧最后不管他上面下面怎么走，就一号位给哈德森挡拆，这边垫下顺垫的非常好，出去以后把篮板抢好，耐心啊，该打进的球打进，还要什么机会？没关系，请防守，防守，请防守。哎，其实我也不想。我说过我想成为儒雅，但是有时候在那个环境下他是没有几个。我是 CBA 所有教练的最资历最浅最年轻的，那你就得多学习。有时候你搁电视上搁屋躺着看，好像对于这个排兵布阵啊，包括对场上说的话内容啊，不是特别清楚啊。只有在现场你能感受到那个气氛，什么时间段换什么人，包括用什么样的针对性的战术等等，会更贴切。哎呀，还是那句话，年轻就多学习啊。我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。我也会。